站长带个位置，这边这边怎么长？他们没有，不会怪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像我年轻版的还是像我年轻版的还是？怎么长得那么帅啊？那个男人回来了。大家好。我都快被取消了。韩国瑜名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第一名，还跟党主席朱一伦互动频繁。党员甚至高喊院长好，朱一伦主动上前握手拥抱，最后甚至还来一个摸头杀。后面一个个进来，你要带走，谢谢了啊，谢谢大家。韩国瑜的入列不只象征深蓝归队，全力拉抬国民党选情。若是再也国会过半，顺势争取立院龙头。等一下一定要画同意，因为这一次是同意权，全部要同意。那我们韩国瑜市长今天也是拜托，因为他要领军团队，他要拜托大家，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努力，好不好？这也排除了侯韩配的可能性，是否还有另外一层对柯文哲释出善意的解读？秀出不分区的战力，要展现战力、女力以及专业。不止韩国瑜，潜舰国造推手前海军司令陈永康、前 NCC 委员汪小林、新北市法制局局长吴宗宪等人，都是国民党为国防司法监督制衡铺下的大亮点。在国会当中，希望能够打出最亮丽的一个成绩出来。要打出漂亮一战，不止放入民进党不在意的业界代表，还要在各专业推出最强人选，整装备战。结果，向嘉宇台北报道。